小孩哥、小孩姐，他们是能一个人讲解完整个甘肃省博物馆三层所有的文物内容的，体验感非常好。穿衣鞋，650米，他突然加速的时候，我们都惊呆了，傻眼了。那我就直接骑了，一下就进去了。是刹车，一块一了，倒档。然后嘛，这个是一档，然后边子嘛二档，边子一起嘛五档。一档。